为了推广与行销太鲁阁族一年一度的岁时祭仪感恩祭与文化产业，秀林乡公所今年特别在花莲市的旧铁道徒步区举办了原汁原味市集，吸引了相当多民众前往体验。在峡谷乐舞团的表演之下，花莲县秀林乡2022德鲁古蒙盖巴里感恩祭典与文化产业活动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两天在花莲市旧铁道徒步区热情登场。秀林乡长王玫瑰、立委副官及服务处主任柏江生、县府北区服务中心主任林潘忠诚、花莲县青年资产委员王省刚族、太鲁阁族专门委员雅蹦、立委孔文及服务处主任吴秀华共同前往现场来为活动来加温。秀林乡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原民乡，秀林乡同时拥有美丽的自然生态景观以及有非常丰沛的人文底蕴。我们秀林乡公所十几年来一直努力在做推动行销太鲁阁族文化产业的工作，一直在想为什么一直打不出去。我想这两三年来我们成立了我们文化推展委员会之后，我们找出了我们的问题，就是要跟结合不管是机关也好，不管是团队也好，一定要做不一样的结合，我们才能够建立自己的商品，行销自己的产业，甚至 让我们的产业来升级。我想这几年这两三年我们跟花莲县政府以及台北市政府还有东华大学改良厂农粮署，以及我们与签订国际以及还有就是跟各乡镇市公所我们做了合作的议定书，就是希望能够带动我们秀林乡的产业能够落实来发展。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未来也会协同公所团队前往市公所来拜会新任市长，来争取在每个星期六星期天能够在花莲市铁道徒步区来长期办理原汁原味市集活动，把部落最精致的手工艺品、美食和太鲁阁族舞蹈能够呈现给大家，让乡亲和游客能够在亲近部落的文化之美，同时也开创部落的经济产值。记者九一华视报道。